再商量一下。好了哈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 SHE 跟这个现场的歌迷朋友们来打个招呼，欢迎 SHE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 女朋友。我是 Selina。 我是 Hebe。 我是 Ella。 我们是男生的女朋友，女生的好朋友。Selina， 请问你代表的是什么？我代表是温柔。骗人。骗了那么久，也该揭开我的真面目了。所以那时候 Selina 代表的是温柔、自信、勇气。哦，所以真的觉得好令人怀念哦。对啊，真的。所以呢，15年前，15年前就支持 SHE 的粉丝有吗？歌迷有吗？第一代老歌迷。我刚有看到我们的第一张的签名海报，而且还是签全名的，全名，他都留着。那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那个女生宿舍那张的，现在真的要绝版的啦，那是古董哎。其实应该把它收，就是跟歌迷朋友们收集一下，然后放在我们的展览里面。对，因为其实歌迷朋友真的，我常常会发现歌迷朋友他会拍家里的照片，他连天花板要睡觉的时候，他希望他睡觉前最后一眼看到的都是 SHE， 所以他的整个房间都贴满 SHE 的东西，真的。我们的周边商品，我们出过的漫画，我们的书，我们的精选集，然后音管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房间里面。所以 SHE 你们经历过汽车挡、机车挡泥板没有啦？还没有，没有啦。我也经历过录音带，没错，我们有录音带，在那个时代，哇！所以呢，一路走来15个年头，我觉得很棒的是呢，不变的是你们对于音乐那种热爱的心，还有热爱彼此的心。所以今天呢，机会难得，2001年9月11号，你们正式的出道，女朋友们一路走来，现在还是大家的好朋友。所以呢，2016年，我们在9月11号这一天，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？我们要来庆生，对，来蛋糕生歌。蛋糕，互砸是不是？互相砸派是不是？来，今天的很多的老歌迷，很多的家人都在现场支持 SHE。这蛋糕好美哦，真的好可爱，就是 Selina 最喜欢的粉红色，而且跟我们这次那个整张专辑 EP 的那个概念一模一样。